我已经与那妖怪神通了，想必你有几分神通。那妖怪身上不知有何法宝，与我相克，三昧神风都不能伤他分毫。要引那妖怪出来，需要用擂鼓之法。我擂响大鼓，引出巨虫。若你愿前去，待时机一到，夺了他的法宝。 雷骨之法本是这天尽头的海水沸腾，雷骨之法解了此难，却又引来了妖怪。他有法宝护身，无可奈何。你既有胆来，恳请助我一臂之力。那怪就在下方沙海之中，请务必助我降服此妖，救此地百姓。 我来助你。
满城百姓感谢不尽。